头皮啊，其实它老的比皮肤更快，比脸更快哦。它的脸部皮肤的6倍哦，身体肌肤的12倍。脸部老化的速度吗？对，头皮遮阳是一定要的。如果说您今天头皮忘了防晒的话呢，那么它老化的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